大家好，我是汤唯。안녕하세요，汤唯입니다。안녕하세요，김태용입니다。大家好，我是金泰勇。今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很开心，也想在这里，我们要祝愿中韩两国的友谊越来越深厚，关系越来越好。作为电影人，我们也希望能够创作出更多好的作品，来为中韩的友谊添砖加瓦。지난30년동안한국과중국의많은문화예술인들이교류하면서멋진작품들을많이만들어냈습니다이후에도이수많은교류를통해서우리가서로가더성장시키고멋진시간들을만들어낼거라고생각하고있습니다한중수교30주년축하합니다